有一点点难打，在对线的时候，可是强就是强在我们开始跑线的时候把露露带走就好了，对，然后让范跟希尔单打，因为对面是一大师 jungle， 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去做一些入侵的。只要这雷格尔不是一直发育，或者是拖到六等之后，等雷格尔六等之后也可以，前面就 hold 着就好了。我的想法，因为我在选角的时候，我想要的方向是。我游走，然后把露露带走。对，如果露露还留在线上压饭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会很好的打破口。Jungle support 联动应该可以打出一点优势，包含 gank 啊，因为我们的 lane 上都有点 CC， 就是安妮有晕，然后茂凯有绑，所以配 jungle 游走三人 gank 的话，其实成功率很高。然后如果露露真的被我带走的话，范应该是可以直接 solo 希维尔给压力。对线小心一点就好，露露还蛮 counter 珍娜的，不是 counter 啊，打线会有压力。珍娜很怕魔伤很高的英雄，伤害太高的英雄，什么卡玛啊、伽罗啊。真露露啊，还有什么？不对，露露是中路啊。对面什么？卡特 support 啊，那躺着打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，我们要再想另外一套计划。这应该就是线上打压制。这边是卡特 support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좋아롭게신속하게어鳄鱼一个几八毛，现在他们防人家吃第一摊的打法都是直接越塔起兵。哇操！这更鸡巴，他连兵都不洗，超猛！他让他直接掉兵。为什么犯控？阿林没有练财啦！莫西莫西，你怎么了？莫西莫西，你不能变胖啊！我跟你相依为命，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，想不到今天白二十五腰送五十腰。你傻小。那个范也太大意了吧？他没有注意到对面两等吗？小强，盾差点好，盾伤差一点好，这边小兵好像会往回推这样子，可是我一定要回，因为他讲过。
卡特没闪，全交了，七位的治愈交完而已。你不上，你这样子一过来，你还不知道死。哦，狙狙啊！他们这样被在塔下被戴夫这一波超棒。那个雷哥也是够残暴的，他一看我没讲，我讲他没有技能，他就直接交闪现。没插过去。这场应该赢了，不是啊，这场瞎如赢了，没有到一定赢的。安妮四火没虚弱，露露吧。哇操嘞，他什么都没丢到。哎，安妮为什么不先上啊？感觉他技能可以再扣一下那个。那卡特就在戳啦，卡特就在戳啦，他没有要跟那个 AD 一路了。饼干真好用。可以戴服他啦，如果这波兵走不到，速度不够快。直接正面啊，绕背杀不到，绕背会有卡特，直接正面压过去就好了，来把他推快一点，还可以吸经验。打个三下，转一下跳线。九级好痛啊！这么多人啊！我的大绝！我要闪现，闪现瞬间升级，然后按的。好，二换二还行啊，给我同闪啦！洗吧。Okay.
我还要单杀嘞，他还是会死啊。霸气。抓一大师啊。他要一打二啊，他只要推墙扣着就会赢了。GG， 随便出啦，啊，出叠数好了。这边应该要挂完了，这节奏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最后一个伊拉是在入口，露露已经消失了啊！又是爽赚，比岛内台还好赚啊！这狮子还玩坦克的，还是出那个燃烧的，他不会出一三三技。48D。还是被晕到。怎么不放推啊，对面？装备应该可以一打三吧。我不是扫过了，最好是有人会过来哦。他真的当别人是假财。
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在想什么？哎、欸，晕这么久，我叠书，我盾没有按出来，妈的！我晕那么久啊，满怒的晕好久、啊。算我是被希尔杀死。哇，他怎么把推墙用了、啊？推墙应该要拿来断卡特啊！猎枪。哦，他怎么不弹他把他杀了？哎、欸，他们还要玩是不是？啊！为什么不赶快结束下一场啊？我要上分啊，让我上分啊。安妮怎么不动了？他在看 Facebook 是不是？nice 一个头，多两点，多两层。我这个 AD 可以加多少？62 D， 0.12而已哦。接압되었습니다狙狙，哎呦痛！零，不，我这样不会有助攻啊 ！Nice， 又一个头，伤害太高了，漂亮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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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Nice。Nice， 站直就会有助攻，真爽。No！ 我们安妮真的是在把妹，是不是啊？从头也都在站在家里不动。GG。哇！今天开台一个扶摇直上，感觉特好。特好，特好。没有认真的感觉啊，躺着转。看他妈这安妮才打5244，我就打了4227。底比尔哎。扶腰直上，公他小。